感动，真的。烧开水的声音。你知道我是王老师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也不知道是谁。话说茶要喝浓的可以香到心里面，酒要喝醉的你醒不过来，爱人呢要找最爱的下辈子接着爱，就像您跟院士一样坚定情深的感情。那我们就谢谢大家。我想要以前在附近下面的我们是产品，是那个是没有朋友的，是来过年没有的，是这样。就是现在这个时候，下大雪，他们吃的东西没有。想要的还是价钱？你自己觉得现场礼物你最想要的，你最觉得最好的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五。几票？几票？脚在痛了。医院的评鉴结束了，好像一月多才会公告结果，但是公告结果之前就是很多的谣言，因为一下子说我们没有上，一下子又说全部的都上了。你入境了。很感动哎，很感动，真的。他说声音是有调性，慢条斯理跟冷静，也会让他比较自在。他没有写你笑的时候，笑的时候更自在啊，这是他的荣幸哎。我们都个人组的第一名120,000哎、欸，好扯哦。这个一定走到后面就你60,000真的不够多啦，走到后面他就不行了。今天是第5。就是斗死有需要那么认真，你用那个载入回馈有啊，有用啊，啊在改啊，我要翻白眼，不行不行。嗨嗨耶，好，好荒谬哦。那个还是慢的那一种，还要摇屁股。其实你屁股可以不用摇，请减少能量耗损。我感觉会到了天跑比较合适。你怎么这么就是这样很方便呢、啊？这就是刚刚他这样讲，很丑，但是真的很快，真的很诡异。哇，好鲜哦！然后汤在这，这个是料。来了，可以可以。耶耶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
烧开水的声音。天哪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！这也太大锅了吧！这是他的拿手之作，这是我的最爱。跟吸，你是说什么？跟吸毒差不多。很香哎！闻闻看。是文具的味道啊！我今天就是因为跟浩浩玩太久，红包太可爱了。这个好喝，这个比较好，对，也许红。可能有一次我没有那个。那基本上，因为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表演。对啊，不然我让长官呢就坐在这一旁。真的，其他的呢自己瞧姿势哦。苹果可以吃。余成什么？啊，你说你也喝吗？你也在自己在喝？那我们讲些话哦。太性感了，太性感了啦。男孩的转角，我再来看看。那我也好喜欢吃鸡蛋。有。这个就是另外的两杯，没错啊。这是另外两杯。对啊，不要紧张啦。所以这样是四杯吧？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现在39分。那这边讲完，你再加这两个，还是你要先写上去？很复杂。这边还要再多两杯。还加菜了，还有甜点跟水果。哇，这葡萄好大！光明会是个三角形。光明会吗？你中间要换个眼睛。好可怕、啊！请问你们这样就是会吃饱吗？可以去吃饭了好吗？精神粮食也讲得出来，我真的要吐了。其中一碟，另外两碟。老师有老人，所以知道大一点。很棒，字够大，字很大，很棒，这可以。你要不要拿荧光笔？不用，不用，就是我想要帮你画起来。不用了，看得更清。应该可能要去找吗？
个整个要给你扣分哎、欸，你忘记改了，这样子不行啦。知道我是王老师。啊，这样啊，这样啊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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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优秀了。那女生，那个叫什么？超多，哇、哦，这个应该也是。一样的，也是。嗯。阿姨，海绵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好美啊！好久没收到花。很美，鲜花鲜花了。那个楼梯就错乱，他怎么可能他不知道是我们要上啊？他没有停啊，会出来上厕所遇到这样。真真高兴的见到你，满心欢喜的欢迎你，欢迎欢迎。我们欢迎你！对不起！哇，存照一下。参加一个很热血的活动，好紧张啊！板豆的庙。要来跑全民标5K， 但我们的5K 都很慢。好亮哦！你们也太装备完全了吧？请问就是你们两位而已吗？不讲，就是不讲。没有来，没办法。我们叫许医师把他缠住了。都是运动健将，我们是跑回。非常市民，太早。啊，还要那么久，还要鸣枪，好紧张。有人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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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有没有搞错啊？没有搞错啊！我有在跟你客气的吗？天哪，超多！这个是葱油鸡，好多，好吃。你订什么？我订藤壶素的卤肉饭。哦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是单点的。是便当感觉。哎，它总是又这么。泰式排骨，超超香。好大块哦！它的两边拿铁圈的有明显的痛点，而且它在。站起来！一、二、三。
起来！快点，快点，一二，一二，中间，中间，一正你的头，一正有没有挡住？好，一，等下哦。我青菜能吃，当场脸绿掉。是辣的，不是辣，都是辣。哇，还有螃蟹，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哇，茄子，天，哇、啊，还有这个虾仁跟豆腐哎、欸。它打包是有辣的。哎、欸，这个都有入镜哈、嗯，那预备了、哦。哦，对，我们可以跳到完美。好困难的工作，真太辛苦。那还好可以用你订，那可以我订，可以啊，你来用了，你也可以，你行你订，我行我订。头发多长好绑？一根筷子，对对对，一根筷子。所以我之前买很多发簪，你知道吗？很浓的，有拍到？你有拍到吗？应该有。先转，然后这样子筷子，然后从这边中间，对，再从这边插出来，这个抢一手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我跟你讲，真的不太会掉，真的耶。对你有小哥这么大肌肉，垫不垫起？慢慢转，好紧张。开始了。
错耶。收到了。Oh my god！ 你的 nerve 是好的。恭喜。一开始会很可怕，但是后面这样就对，只是这边往这边推，这边往这边压。OK， 然后就。他食指要交扣吗？不一定，不用。他说不一定，因为他要开整节，他没有要开单节。分离的 OK 的，就压住。这样可以。对，可以。一，然后你就靠上来，你要靠近我。对，就这样直接往下。一二三，没有。再快一点，快下来了，快要有了。我要成功的没录到，然后对这样，整个人垂直自由落体，就你可以床的高度是自由落体。哎，有吗？是床的声音吗？床开了，手指头的声音，床开了。真的吗？他以为这边有人呢，他就不进来。他有超紧张。我想说，小怡老师刚刚在抹，他没有抹到超音波，然后我想说他现在要来抹超音波。你不觉得有点光吗？等一下，你先看看，他手超抖。这会很可怕吗？不会爆炸。不是啦，不是爆炸。怎么用？想办法。不会啦。啊，这是什么啦？发出声音而已啦，你看你真的不会怎样，你看不会爆炸啦，真的吓到。好啦，那你压一下这个，你帮我压。好啦，你压啦，你压。会掉。没事啦，你看他不会唱歌了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带点走音吧。吹蜡烛，这可以捏啦，这可以捏吗？有要你不要把，好惊人，没办法吧？这是骗你的吧？好，整捏下去就好。用吹的，耶！哎，刚刚看到小哥有没有想哭？有一点。我就说，我觉得他应该会哭。哎，你那时候怎么想？Thank you.